好，玩具 TV 第32季第12集，你见我喺度咁踌躇呢？踌躇睇玩具 TV 最过瘾嘅地方就系啲玩具大部分都系未玩过、未拆过，连胶纸都要搣嘅。系 Sam Case， 咁啊，今次要介绍嘅咧盒都冇埋。诶、欸，等一阵盒诶、欸，地下见到，因为我啱冇咗一轮啊，所以就系呢、這个。咁大家有追開呢、這、一個千隻鏈嘅話人機考呢個 series 通常比較少介紹嘅，但唔代表冇。咁、上次我哋冇記錯，人機考係介紹 Snake Eye， 係啦 ，Snake Eye 之後，隔咗咁耐，終於有新嘅人機考，就係呢一個 Ultraman Suit 啦。我想問咩價位啊？呢個產品？都唔平，我相信啊，咪1000到四位數啊，我估啫，因為我真係唔記得，你問我講價錢，我真係答你唔到。咁但係叫做啱啱派貨啦，咁啊佢啦，同埋另外一隻人機考嘅 Noble Six，Noble Six 我冇帶嚟，高質嘅，如果係中意 Halo 嘅話咧，即係唔係話賣廣告 ，Centennial 人機考你買曬佢啊，因為絕對暫時嚟講 Halo 嘅玩具產品，人機考係出得最好嘅。好啦、啊。翻嚟啦，好。點解我會咁躊躇咧？我就點解咧？其實可動 figure 一隻啫，插電啊。哦，你有電咩？重點係入邊包咗。哦，嗱，我而家就要睇下佢點樣乜，因為佢係啊，佢講得唔係好清楚嘅。佢係應該揾指甲挑，我相信係佢背脊呢一個碟形嘅東西，半碟形。我 show 俾大家睇睇啦。咁喺呢度係啊，見到啦，背脊咧，得啦係嘛？入頭先。係啦，但係有電嗎？應該有，重點是 power on 在哪裡呢？是的，它寫得不是很清楚，而且是全日文，那就說 on off， 我心口即是試的，大佬，但是你入了電了嗎？有，有電的，有電的，有電的。 OK， 心口在哪裡？好，我試一下這個即時的，行了，正好了，那就著到燈了，換電又即刻一開波講換電啊！真係換電，拆咗背脊呢一個，跟住你會見到個螺絲位，開埋佢就可以換電噶啦。咁所以我而家嗱嗱聲收翻埋佢。係啦，咁啊，你啱嗰個開關係撳熄我粒燈啊，係咪？好玩，我企翻好少少啦。著咗燈嘅效果，哇！喺咁光嘅情況之下都整到咁光咧，你唔會有投訴。咁至於個開關喺邊度咧？就係佢真係收得幾好噶，就係撳心口眼燈，就係冇錯。叮哦，幾好啊！好噶，37000幾 yen 啊！港幣咧，你佢可以上翻呢個 Facebook 呢只，我當你千幾話算好未啊？千七啊！千七啊！哇！咁啊，咁呢只你冇睇錯啊 ，Derek， 唔係千隻鏈不意外喎。我想講咧，以呢個價錢嚟講咧，今次嘅 graphic 有啲失手。輕啊！啊，呢個 graphic 唔係幾開胃啊，我覺得。嗯，點解咧？唔似咁貴嘅嘢咯。應該咁講。呢個似中動啊！佢其實呢一個主題咧係真係實物嚟嘅。係啊，留意翻真係實物嚟嘅。咁，但係不妨真係聽下。唔係啊！純粹因為消費者角度講咧，呢個 graphic 撞咗中動啊，所以俾人感覺，俾人感覺好似應該係幾嚿水都搞完。即係呢個 package 應該係幾嚿水貨係嘛？唔係，係純粹係嗰個呢個即係呢個 style 俾人用咗啊。而家我睇我就覺得係中動。而個 style 係幾嚿，但我知道係嚿幾水。係啊，但我知道係千隻鏈一定唔會有呢個價錢咯嚇。可以買到個腳腕嘅，基本上。不過我冇講笑，因為冇嬲啊，講笑，講笑。好啦，咁真係或者我叫做企翻好少少，大家可以睇翻今次人機考嘅，即係俾到啲乜嘢大家啦。即係玩具就真係好吸引啦。即係首先咧，即係見慣呢一個 Iron Man 嘅造型嘅 Ultraman 咧，今次呢個顏色啊，呢個有少少似瓦灰色咧，就唔係話其他品牌用開銀色啊嘛，通常。呢個我都值得講一講，不過我諗俾咗大家睇，究竟今次人機考的 Ultraman 俾咗啲乜嘢大家先嘅？咁啊，試試正正企咗，咁啊，真係要鬆緊啦，由高到低咁樣影落去啦。因為真係啲 detail 係好細緻嘅，
成隻嘢俾你嘅感覺係即係好老土講句啦，又係呢個 Metal Build、Metal Build 嘅嗰種 style 嘅 Ultraman 啦。係啦，嗱顏色咧，有位專業嘅模型攝玩具攝影師咧，對於佢嗰個灰色，我冇叫銀色，叫灰色，佢係唔滿意同埋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哦，我覺得有另外一個選擇喎。我是喜歡的，是啊，不要介意，我直頭覺得咦這隻色落得好啊，是啊，有一種神秘感啊，即同埋始終一個始終一個機設呢，當不同品牌都已經出過不同比例的玩具呢，那它要突圍而出，它給多一個選擇你呢，是我覺得是歡迎的。那在我覺得鏡頭上呢，看上來還淺色了的實物呢，是偏暗沉，甚至是帶少少紫的，是啊，那個銀色是。我自己反正講翻我自己個感覺啦，其實就住個主色，已經唔係銀色，係我用翻灰銀嚟形容咧，會近少少。金屬灰，佢會帶一種即係唔會話咁假嘅感覺。嗯，同埋本身就住大家有玩開 Bandai 嘅扭蛋咧。佢都有用類似嘅灰銀色嘅，唔係好反光，但係嗰個 QC 控制係好好多，因為你真係嗰啲你就咁花一花咧，你會好顯眼。但係呢一隻我唔係話佢冇花啊，但係真係少嘅，千隻鏈相對嚟講，成個整體都舒服。嗯，或者我簡單講一講先，佢有啲咩色系咧？灰色啦，灰銀色啦，光澤紅啦，黑鐵啦，金色啦，金屬藍啦，佢用咗好多唔同嘅細節同埋唔同嘅顏色去區分咗佢一啲細節位。有兩個紅，起碼做兩隻紅，兩隻紅起碼。所以你唔好以為佢就咁即係鹹蛋超人紅色銀色就算噶啦，唔係。我頭先都數咗一紮顏色出嚟。人機巧或者千隻鏈佢好叻去將唔同但係類近嘅顏色去將嗰個主體嘅線條同埋一啲層次好分明咁樣表達出嚟，呢一個係好乸勁。好睇翻隻嘢啦，我光圈好似飽咗少少係嘛？或者我唔係佢都 OK 係嘛？係啦，咁啊真係喐下啦，唔好意思，我真係未喐過嘅。一開波我就打大佬，我嘅意思係佢有啲乜嘢揭秘會令你買佢咧？著燈呢啲其實已經唔算係揭秘嚟。反而即係相對大家玩開 Ultraman Suit 嘅話咧，係你係會未見過有內構嘅。哦，著燈喎、但係佢呢個佢呢塊胸甲咧係揈佢後邊嗰個膊頭，揈佢膊頭噶嘛。係啦，唔好問有咩用，我都唔知。唔係，但我諗起另外一個雞巴。唔係，我諗起道中嗰個識得打乒乓波嗰個阿婆嗰個。岸本婆婆，岸本瑪利亞定乜嘢？我唔係太記得。係啊，嗱，你將佢兩邊嗰塊夾都揈佢膊頭，咁咪好似咯。即刻識笑嘅咧，係啦，你已經出賣咗你嘅年紀啦。嗯，咁啊，見翻本身心口呢一對都多咗一個光效同埋內構。哦，因為我啱啱唔知道後邊你會見到金色嘅一啲內骨架外構亦。都是做足俾你嘅，系咁呢個除咗將佢，同埋佢可以係啊，同埋佢係可以反轉再反轉嘅，即係你可以咁樣又得。雖然我唔知道點解啦，係冇用嘅其實。係啊，但係佢說明書都有講嘅，即係同佢話有咁嘅功哦，搞掂係絲扣嚟嘅。Sorry 啊，哇呢啲好睇啊！啊，睇咪睇呢啲咯，玩具 TV 啊，阿水你係咩語氣啊？呢啲好睇啊！唔好意思啊，係啦，好啦，咁啊。見到本身呢個相對比較新嘅構造啦，咁另外，但係呢一個裝甲二巴啦，咁樣變咗，係冇就係啦。呢個設定咧就係叫裝甲嚟嘅喎，膊頭都哇，佢膊頭都差唔多，哦，個膊頭就冇透光嘅，嗰個純粹係銀色，即係金屬色嚟嘅係嘛？係啊係啦，咁啊會見到好靚，喺入其實外邊有一個透明件，全透明，入邊就噴咗呢一個金屬藍。所以變咗其實係有層次，同埋你會望到嗰、那個佢呃到你少少啊，好多佢呃到你好似著燈。嗱，你著咗燈同埋同呢一個打一光落去咧，係 perfect match 嘅。但係呢個揭開心口嘅設定係動畫冇噶嘛？第一次見，第一次啊，呢、這個即係佢自己搞噶嘛？冇錯。咁除咗自己搞唔爭在啦，咁啊，我又叫。所以我期待咧，佢係咪真係好似卡爾巴咁樣咧？我覺得哇，咬到心口咁樣。你當係咯，唔緊要啦，係咯。
啊，呢、這個設計師抵賺啊！呢、嗯、一、這個咁攞到一個咁嘅自由度去做咁，係啊係啊，呢個抵賺。另外一個自由度啦，我印象中唔好介意啊。係武器咧就冇特別講係邊個設計嘅，不過我相信講個 style 咧，未必係清水老師。哦，我知啊，我知呢個設計師佢平時係做開啲乜嘢嘅。佢應該做開披薩嘅嗱，你送披薩呢個咧就係、是、盒入邊中間頂住嗰個啦，咁呢個咧披薩刀係啦，呢、這個就係披薩刀啦，又真係幾似喎，呢、這個就係披薩盒中間嗰、那個啦，跟住又披薩刀，冇錯呢啲嘢係啦。咁你意思係咪遲啲披薩盒會同佢 crossover？ 冇錯，當然配件其實未講嘅，而家唔爭再講講埋啦。咁啊，見到手型咧。全部啲手型全部都一打啱啱好，搣出嚟啦，好唔好啊？好好好，呢只嘢你嘅系嘛？系冇错。OK， 咁所以唔好搣就算啦，谂下谂。好啦好啦，阿小姐换个攞嚟玩噶嘛？唔系，但系呢只真系好靓，我觉得呢只嘢系好靓，造型啊，嗰啲 gimmick 啊，真系好吸引。咁啊，另外有特效啦，转头玩啦。咁当然耳熟能详，大家已经玩到厌嘅台座。都是同舊，即係唔好叫舊啦，即係都係跟翻呢一個俾大家嘅一個堅持，一個品牌堅持，冇錯，一個品牌嘅堅持嚟嘅，即係冇開過新模啊嘛，嗰、那個台嚟緊希望會有啦。但係佢呢個呢個波子係全新嘅嘛。佢呢個波子係新模嚟噶嘛？係完全新，係佢冇得新模啦，全新。咁佢個手腕咧就係一支直插嘅，就唔係波裝嚟嘅，所以換嘢就。相對方便舒服，係啦，亦都唔會話因為直插而易甩，佢嗰個鬆緊度教得好好嘅。係，既然係咁都唔爭在，真係玩人機巧係玩呢一個可動性，呢啲要花啲時間扭一扭俾大家睇。我都想知佢有幾勁，因為係定係幾渣。其實可動性有啲嘢可以講嘅，你逐忽逐忽玩落去啊。我點解會咦咧？係嗱，向上鱷嗰陣咧，你以為頂住啊？嗯，佢呢一節可以褪出嚟嘅喎。系咁啊，令到佢向上鳄高多少少？咦，仲得，仲有得喐喎，原来系啦，呢个几过瘾嘅。向下当然就会即系会飞得出咯。嗰波 join 嚟嘅，系啊，净话嗰条嗰半截尾龙骨咧，我唔记得净话阿水讲定阿超荣讲，系咪以为烂咗啊？唔敢喐啊！向下鳄就相对会容易啲，因为你见其实头同埋颈一个波 join， 咁啊颈同心口一个波 join 都系一啲惯常嘅正常可动啦。系手臂，你会见到佢其实人机巧嚟讲咧，所有嘅关节位都系金属嘅。嗱，手踭啦，呢一个系啊，肩旁位啦。大家看到的大髀位啦、腳瓜窿啦，全部都是金屬的。另外配置它有一個開關的，是類似噴射器咁嘅嘢隱藏。係喎，冇錯。好彩啊 Walker 提一提嘅。除了本身心口和膊頭之外咧，佢點樣飛呢？咁除了本身其實真係主角是曉飛之外咧，咁喺佢未覺醒之前咧，都會有啲。系啦，佢有两个喷射器，系令到佢合理地可以飞行嘅。删咗一个睇，咁你会见到分别啦。系，真系好靓啊！系啦，既然都系咁，都唔争再向前屈啦。向前屈呢一个，竟然会见到粒螺丝，我系有啲我都觉得开心嘅。冇办法，因为2000直年嘅水准嚟讲咧，我唔会遇到呢啲情况出现噶嘛，大佬。系咯，我都觉得系，即系你以为千直年系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噶啦。咁今次係落到螺絲嘅，可惜。講翻上半身啦，繼續喐。冇辦法，我哋用翻佢一向嘅 standard 嚟批評翻佢嘅產品啦，所以冇辦法。本身個膊頭就係一個波頭嘅啫，咁啊拉到盡之後，大致上嗰個手位就喐到呢一度。至於前臂。接近對接，但係你會見到呢啲手，即係叫手踭位，咪叫正常表現咯。一般啦，係啦，可以啦。咁啊，頭先講咗啦，
換手嚟講就好舒服嘅，因為佢有一個直軸，但係雖然係一個直軸，但係又唔會鬆嘅喎。係幾好喎、啊！係呢、這個設計真係唔錯。咁啊，當然佢嘅光線發射自然都會係頭先我講嘅一啲撥換件塞翻落去嘅啫，我唔多講啦。咁連我手刀咧都係換件嘅，冇錯。腰其實可動性係冇問題嘅，最慘就係後面穿崩嘅啫。講嚟講，其實同埋佢小腹嗰度咧，好似有少少干涉啊。當佢烏前嘅時候咧，呢、這個位係嘛？係啊，我有時摸有一下，好似咔咔聲，有啲驚佢互相會嗨花咯。嗯，即係要啊，係啦，就係、是、個特別係個條腰小腹嗰個位咧，喺度換即係喺度玩啊扭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啲咔咔咔咔咁嘅聲，好似係某啲夾。佢又唔係激輪，激輪式。唔係啊，應該係有啲輕夾撞到少少，所以要小心啲玩。同埋因為佢嗰、那個腰嘅設計咧，有啲似淺井嗰種風格，就係佢條腰本身係有少少向後傾嘅。係、啊。咁如果你企嘅時候咧，就會有個好有型嗰種，即係挺起條腰嗰種氣勢嗰啲。係啦，好粗造式。個係啦。咁但係咧變咗相對嚟講咧，你想佢向下向前烏低身咧、嗯，其實係點烏都唔會覺得話好。好靚，唔會話好靚，因為佢本身條腰係向後傾嘅，所以就你只能夠係喺個胸同埋嗰個腹肌嗰個位置叫做向前彎到少少，咁但係嗰個腰嘅下一節咧，就點都唔會話做到好好嘅向後向前接啊。或者我想講就係、是、簡單啲講就係向前喐就跨啦啦嘅。點解咁講咧？頭先講啲穿崩位。在前面是不會出現的，你縱使向上咬都好，即是向後咬就啪啦啦，是的，你會看到肚臍位都有一點東西跟你做回補完，後面是沒有 的，即前面的腰甲的樣子都是 cover 得靚，不過就有些那麼多干涉，是的，當然左右來講其實不用擔心，因為它心口和腰，腰和膝的球形關節令到它左右動的時候都會即相對看起來比較自然的，是的，側邊呢兩度唔好以為佢係可動夾啊，絕對係唔喐得嘅。不過佢嘅髋關節令到佢根本唔需要前面有任何嘅可動，都可以踢到好高。但如果我唔向兩邊撐開咧，我幫佢條腰就一就係啦，好似你而家咁樣樣，就即係將個盤骨輕輕向側扭一扭咧，咁你只腳就亦都可以做翻向前踢嘅動作啦。我又用翻呢一個 DMS 式嘅關節測試，同埋呢個平衡測試。呢個可能難啲，因為只腳細。真嘅，試下咯。咁我啲關節睇下夠唔夠實咯。係啦，我覺得關節實唔實先至係重點。兩樣啦，因為腳仔始終都係細細地。都係嘅，同埋佢個冇啲金屬，因為通常正常嚟講，好多可動 figure 都會特登將啲。金屬位擺喺下盤，特別係簡單啲講腳底，但佢就冇咯。佢個成隻都係穩定性就會好好多。佢外殼應該都係膠嘅，就金屬喺曬嗰啲關節度，全身關節。其實我係有信心令佢企到嘅。不過可能要啲時間啦。俾多30秒我。拍台。呢個一定唔得。不過好似嗰啲玩石頭嗰啲堆砌嗰啲，我係啊，藝術家咧，係啊，哇，好得啦，得係得嘅，好啦，得就唔得啦，係啦，到只腳啦，咁啊踢到咁高之餘咧，佢本身個膝蓋關節全個都係，咦？點解我會咦咗一聲咧？都係金屬嘅，亦都做咗一個好靚嘅 curve。呢樣嘢唔係我想講，就係我想介紹嘅係我咦嗰一下。佢會將呢個小腿關節，當你扭即係屈膝嗰陣時咧，成個小腿關節一個連動縮翻入去，令到佢呢一個對接係可以做到咁靚嘅動作嘅。我頭先就係咦呢一下啦。你拉翻出嚟嗰陣時，佢就會補翻完，成件事就好靚啦。呢啲我就即係千隻鏈應該見到嘅嘢咯。腳腕 ，beam ties， 係好啦。你仲有啲咩需要補充咧？見到呢一個咁嘅扭動度，係唔需要再講任何嘢嘅。腳板底亦都有精細嘅雕刻，所以我個人覺得可動性。
冇乜特別嘢挑剔嘅。唯一要鬧嘅或者叫希望改良嘅，唔該。If 仲有下一隻的話，諗一諗佢。仲有粒螺絲。系啊，呢、這个系系、OK、有少少过分嘅，我觉得系。O K 啦，反而如果你话我比较介意就系嗰、那个即系条腰嗰啲比较会伤可能干涉到嗰啲因为会惊撞得色啊。呢、這个好似唔使炸就咁得。我谂唔得，我谂要炸嘅。你咁放喺个拳头会顶住，又或者如果你唔系，因为佢呢个位置应该系摆喺呢个应该系手踭嚟嘅，系啊。這個你開關的位置應該是在下面的手踭位置哦，是的，馬加利應該是，應該是，是的，那頂住先吧，是的，是的，當是先吧，是的，其實有個我懶而已，有一個持武器的手呢你就可以擠下去的，是的，因為它有個揸武器手，但是呢就都挺難擠下，不是話得唔到，要少少時間咯嚇。呢一個位係可以抹開，咁你就成個套入去就 OK 噶啦。著翻盞燈先。好啦，咁啊呢件嘢其實我就麻麻地，所以我唔打算裝啦。係啦，係了啦，了啦，了啦。係啦，嗯，擺埋個射擊姿勢，咁就完啦。了啦，了啦，俾人了啦。好。咦？啲弹咁快玩完嘅，唔出奇啊！应该坊间都好快有噶啦。如果唔系帮衬，你呢个系优先买会员哦，会员系啦。咁啊，千席店嗰啲会派先嘅，系啦。咁往后喺其他地方订嘅话咧，可能相信都唔使等太耐嘅。嗯。咁啊，如果中意 Ultra Brand Suit 嘅话咧，呢一件呢一个比例嚟讲。我個人都幾推介，咁大家中意嘅就留意坊間嘅現貨賣幾多錢啦。好，轉頭見。トイス TV をご覧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シダネネです。ザ・仮面ライダー展の海外初展示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就任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参加できた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待ってます。